你们。我叫张怀金，你没事就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我当初是7000多买的，现在只能卖1500，再加500。就是平时就不收二手，你好好想想啊。你这桥坏了，给你算便宜点，400块钱，板600多买的。不是，这板最贵的就是这个桥，那也不行。往下试试。欠你个人情，没事，跟上次两千吧。那不行啊，你看没有什么网络的，告诉我，我去真卖了。你就问问你朋友有没有要的，我缺钱。好东西就是抢手，好多人都想要，我找一个价格高的。谢谢。